部分他拉高了。Hello。爬走楼梯。里面有一个位，拿过来。里面才不会热。这里几点关呢？这里十点关，我们八点45分。哦，这样要快点了，走进去。几个人？两位。哦，好，是这样。现在哈。8:45，他拉高了。台湾料理专家，走，看看，哦，便当系列，不错，卤肉饭经典。哦，这个第一个看起来不错，这个 cheese 的盐酥鸡便当，这么好吃，蛮好吃。铁板酱也是不错，铁板酱是猪的，猪肉的，这是鸡肉的。后面这个是丐帮系列，面线，很好看这个，它这个油条啊，有大肠，有大肠，面线系列。想吃面线、啊？哦，好肥。豪华综合，一个有大肠，一个没有大肠。豪华是综合餐餐哟。
啊，也是可以啊，你可以穿一个豪华综合面具，叫一个大厂豪华综合面具，也是有小吃，蚵仔煎，葱油饼，这些都是小吃，冰沙，白玉饼。对啊，它全部都是盐酥鸡，可是不同口味的。我吃这个呢，台式麻辣鸡扒便当 ，RB 值25.9。对。哦。我挖米沙。我阿弥陀，猪大肠、盐酥鸡和蚝、油条、辣椒。不错，有一个鸡扒麻辣酱，要卤肉饭有一个半边的鸡蛋，然后有台湾上山的豆卤豆干，还有栗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来的。这个里面有配料啊，有蔬菜啊，有这个蟹肉，有一个饼，炸的饼，还有三地的那个炸鸡排片，还有鸡肉，然后我这个有三片的这个台湾香肠，半边的蛋，卤肉看着蛮多，蛮好吃，也蛮好吃的，然后有一个卤豆干，然后这个鸡扒有淋上这个麻辣酱。是我的这样一生了。你的这个有油条啊，啊，还有一个油条。然后它的那个炒面线里面有豪宅、猪大肠和鸡肉块。还有好腌酥啊，应该有。腌酥鸡，吃看看好不好吃？怎么了？嚼啊！嚼。快烫了，有烫，烫了这个要吃好了，它味道好吃吗？味道很好。这个油条好不错。啊，早上就吃吗？油条来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啊，你打这个，你吃它炒面线很好吃。正宗台湾的炒面起来的油条，它味道很香啊。嗯，我吃香的。它的什么吧？它的好啊。嗯。很大力、啊。这个要早早吃才好吃。那好像大力好。好好吃，我吃了大肠，吃一个大肠，先定大肠，要加一点辣椒。放点烧烧不错。
这个米是那个日本米的。好棒好的。麻辣元素鸡。啊，这样好吃，应该是同一个辣酱的，再加一下。啊，就是菜了，腌制的菜，里面包着蟹肉、紫菜。好，很大力。